全台湾省唯一一座娃娃玩具博物馆。其实这个娃娃是我个人收藏非常重要的一只娃娃，这个是1959年的一个娃娃，那它现在的身价在佳士得拍卖要125万台币。那国际老师有10000多件的娃娃玩具，全部都要捐给我们云林县台西乡。这一次呢，整个的娃娃博物馆只是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小部分。要做的一个大胆的计划是，我们要做一个大概台湾第一次的城乡改造的一个计划。那我把整个计划里面，我把台西乡规划10个非常重要的体验的景点。那我会很精细的跟很多建筑界的朋友啦，很多设计师结合啦，来设计。我们除了把我们云林县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咖啡啊的整个体验工厂，我们会搬到台西，我们的毛巾啊，这些创意毛巾也会搬来台西哦。然后最重要，我们会在台西建立一个娃娃制造工厂，让所有的人来台西玩的时候，你可以 DIY 做娃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革命性的尝试哦，把我们很多的农村呢改变成为观光的住宿村。南台西的子弟林国际老师哈，他是国际非常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啊。那今天特别啊，我们在海口故事馆开幕的时候呢，特别邀请老师哦啊，把他的这些模特儿哈带回来哈，那展现哈这个美丽的身影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同时最重要是他手上哈拿着的这个芭比娃娃哦。那芭比娃娃呢，我想是一个梦幻的哈。那我们呢有梦最美了哈，所以呢，我想我要创造台西乡的未来呢，透过林国际老师的知名度呢，能够把我们台西乡的这个能见度啊完全的提升了哈。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林国际老师呢啊这样热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哦，我特别的感动哈。那今天呢，我希望就说从今天开幕以后呢哈，那我们这个海口故事馆呢，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亲子一起来共游哈啊，无论是透过我们这里的艺文活动，或是呢今天的芭比娃娃，我想哈可以让孩子啊建构一个美丽的愿景，然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而且在孩子心中哈，对于艺文方面哈，能够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啊，这也是我们向下扎根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活动正式圆满成功。